好学妈妈耍心机，玩具变教具。他就是可以唱歌，他也可以讲故事。他说你爱爸爸吗？他就说好爱。哇，这是好爱哦，这里面出来的。我给他买一个生日用纸做的一个城堡，他喜欢画画涂涂画，他涂好自己的城堡的颜色，所以爸爸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。你真的就是你这样孩子顺其自然玩，爸爸妈妈陪着他，对，然后他才会喜欢上那个东西。是，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